大家好，我是 boss。 相信这样的逆光对比对相机都是一个考验，是不是有中焦呢？我想一定会有，因为这是最新的头壳小对焦。头壳小对焦呢，针对头型、针对人像做非常出色的处理。随着光线的变化，它的曝光是不是很准确呢？没有错，很准确。遇到颜色的时候呢，是很多相机最怕的色块现象、色晕现象，还有不准确的颜色。有一些蓝呢，在拍的时候不太蓝，它变紫了；有些绿呢，它不太绿呢，它变土绿了。好，颜色的变化，跟焦，我们随着距离的改变。跟焦是不是还是准确呢？好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要做的下一件事情，就是让光线呢有很大的变化。一样准确的跟焦 S5 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呢算是精彩，在过暗过亮的场景，譬如说 pub 夜店 ，S5 绝对是你精彩的选择。我刚刚是讲 S1 还是 S5？ S1。好，现在是 S5， 因为老人家口误在所难免。好，那我再来处理 S5 的另外一个光线，大逆光。是不是准焦呢？没有错，是准焦的。遇到这样的情形之下呢，很多相机基本上就嗝屁了。他们嗝什么屁什么呢？就会很黑，因为为了曝光准确，它必须要很黑。好，曝光是否正确呢？相信是准的。好，到这边 S5 呢的精彩表现呢，单就这几个曝光、忽明、忽暗、色温，遇到色灯的时候染色的色晕现象，还有头壳小跟焦，简简单单的帮大家进行测试。现在所选用的是 TNW-3 麦克风，在有效距离下呢，拥有卓越的收音表现。谢谢大家。